来个夜壶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我知道一个能让我碾碎的时候不被绷带绊倒的办法，你们想听吗？我怎么脑袋顶上有个蒿子呢？啊，原来这是个蒿子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全军出击。还加了点混响啊，偷工减料，加点特效就是改音，就是给你改声音了，就是好吧，给你加点声音特效，给这个字改一下子。大师一级学个艺，武器大师一级伐阿木木啊啊！这都不敢打，臭弟弟。什么玩意儿？大爷，梦眼儿，插个眼儿去吧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哎呀，谁把我 Q 设成不是智能施法了？我天！我天！啊！死了得了！啊！炮车别死，炮车，炮车，炮车坚持住，炮车坚持住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坚持住啊，炮车！完了，死了！能打过梦魇？这不是扯淡的吗？来和我玩吧！来和我玩吧！好玩吗？哎，不对呀，我插眼了，那梦眼咋来的呀？他是把我眼排了是吗？我咋没看见他呢？我天！哎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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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家伙没完没了了呢，还。这波为啥没双杀呢？我觉得可以双杀的，不应该呀。来和我玩吧。我的伤害配合上全是小兵，应该没啥问题。
命真大呀！命虽然大，但是问题不大。下波梦魇再敢来，我就双杀。马上我们六。来和我玩吧。哎，这都没打到。猥琐，玩武器这么猥琐吗，兄弟？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玩个武器大师怎么能这么样猥琐呢？干呐！你俩找梦眼，我把眼儿排了。哎呀，咋抠抠歪了。拿过来呀，放过来一块儿打。我他妈一个没拿着啊。行吧，别动别动。完了，他要飞我了！啊啊啊啊！救救！好烦呐！一进来就看见梦魇在打夜壶，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61秒大，快舔！你咋那么猖狂？嗯，你咋那么狂呢？我天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
没有大呀，没有大不好杀呀。怪铁清线儿真快呀、啊、啊啊敢飞吗？敢飞我就把他杀了。再见喽！救救救救救救这小子二速还救救！换跳弹，换跳弹，哎哎，救救！拦住他！我天！替死鬼了，属于是。你说你早点魅惑他，赶紧跑啊！非得在这等。也不知道等啥，愚蠢！哎呀，还给个蓝 buff， 真是愚蠢！就不应该管你，这不是管不管我的问题，我能走，他能走吗？这个皮肤让我感觉我好像有个冰杖。我尽力了，兄弟们，人太多了。一塔没了，那能怎么办呢？那也没办法。哎呀，这个梦魇儿啊，是无时无刻呀。总是一些合适的时候，这个梦魇就出现了，可烦人了。我满血，他从来不来。我一残血了，他就来了。我一残血了，他就来了，可烦人了。
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Enemy killing spree. Shut down. ，满血我可不怕你啊！那是欺负人欺负惯了，我一看，我满血你还敢来？点烟。刚有点盐吗？你等我打完呢，马上。好啊。完了，差钱，我靠。Double kill。嗯。可以直接冰杖吗？不行啊，还得这个呀。赶紧出这个。Killing spree. 哈，2%最大生命值。你咋的呀？啊，你咋那么猖狂呢？我服你吗？啊，你咋那么猖狂呢？你给我狂什么？小心些。吓唬这武器一下，看看走不走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给我杀了，想走已经走不掉了。你好像逃也逃不掉。往哪里逃？他也要来了，他要是这波来，我是打不过他。但我估计他应该不能来，这很明显的牛头开钟了，那肯定他得去钟。他不可能中路都让人干了，他还来管我上路。站高地啦，有人管吗？你俩跟我打，跟我打。跟我打，跟我打是肯定能打得过的。我是不是没开打不了？我开了，开了，这伤害太低了。
宝石，主要它宝石有累，那宝石累量有点足啊。我先来个反甲吧。给他俩来个反甲，再出个大天使，最后来个魔抗，或者是护甲。我想想啊，这把要魔抗吧，要魔抗好一点。这把来一个深渊面具，紫炎之力，深渊面具吧，阿木木深渊面具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不要呢。你他妈挺猖狂，你给我狂什么？我不舔你吗？哎呦我操！挺烦人呢，掉人是吧？没有大呀，我把车轮弹了。走吧，刘。他俩不杀你呀、啊？传送这样用啊？谁到了这俩人呢、啊？他干啥呀？你们大龙吧，我猜笑。把手机给我。你们大龙呢？快点开。都有人儿，咱不知道。你他妈挺猖狂啊！再见，我溜。你咋的？你咋的呀？哎呦！那人是真多，兄弟们，快点把龙吧，我都服了。我都服服帖帖的了，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这老些人。你们不亏吗？啊？真是无法理解呀。你也不赚呢，我为啥不赚呢？我一条命300，我一个大龙1500，我为啥不赚呢？会不会算数啊？你也不会算账啊！那卡莎好勇猛啊，虽然咱也不知道他为啥这么猛。
来点。就你叫宝石啊？啊？你他妈挺猖狂呀！为什么没点着啊？和他们作战到底！你瞅啥？我谁允许你瞅的？大姑啊，走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！你咋的不是？咋的？这咋的？这咋的？咋？兄弟们快走！没有人跟我上。当然，他们也确实是上不了。啊！卡萨丁四层耳，他上不去，你知道吗？他上不去。这边就相当于是用自己的命来换队友的命，外加一条小龙血钻。最后推一路完事儿，可以拆。那老远就别去了，把最后一路快推了，不行了，来不及了，快点的，我时间赶不上了。怎么打这么长时间？我靠！兄弟们，快一波！我没枉费了。下路一波，下路一波，别狼了啊！别狼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五点钟我们有事儿呢。晚上给。快点的。快点推下，我直接闪现一个大，给他们游戏结束就完事了。卡萨丁往上一踩，给我推塔呀！哎，快点先推塔，先推塔，快点快点，先推塔，别墨迹，先推塔。等一下，中路兵线。没事，漂亮兄弟们，漂亮漂亮啊，漂亮！行，改啥？改成啥呀？标题呀？我看什么微信？我手机没在我这儿。你等一会儿。哎呀，真难呐，真难呐！改个标题啊。买错了，还得最后打一波大龙啊！我没带呀，兄弟们。
那打大龙吧。好，哎，没买错，没买错，没买错了，没买分路合计。我打不过他，你他妈挺猖狂啊你，胖子的。你咋的呀？你咋的？你给我站那儿！一波了，推的挺慢的。兄弟们，这咋办呢？推的有点慢呢。哎，怎么打这么长？让我来展示一点东西。超级兵把中路推了呀！超级兵推塔呀！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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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可以远古龙，远古龙，咱也别墨迹，远古龙赶紧一波，别墨迹。快点把龙打了，打完以后一波，我们三龙汇聚，对面打不赢。先把龙拿了，先把龙拿了。好，我还舔，游戏结束。全烫死，点住，快投降，快点投降，快投降，没有。没有翻盘希望了，快点的，全死了，就剩个梦魇了，快投降，赶紧。